Escape 如果有两只钥匙，就可以自行匹配第三只的晶片。他现在拿第一只钥匙插入引擎，转到仪表板亮，看到这个灯熄掉，然后这只就可以拔出来了。再换第二只，好像转到仪表板亮，等那个灯熄灭，就换第三只。好，第三只钥匙一样转过去，等它那个防盗灯熄灭，第三只就好了。好，发动。